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无人机已经像大众消费品一样走进了千家万户，同时也被应用到各行各业。本期的新风采将为您带来赵一飞女士的无人机之旅，以及他们创办无人机培训学校的有趣故事。新时代电视一台逢星期四下午6:45及晚上10:20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